好可爱啊，那个长得。进去了，进屋子了。完了，断了，好难过。他现在怎么也不是。先吃了他再说吧。他带不走，他需要一个兜，太可惜了。真的很斯文啊，不像那个羊一口就直接吞了。那边的羊都被喂野。你说他会下来把剩下的半根吃了吗？不知道，赚到了。我们等了等，真的。挺赚到了。嗯。想想还，他不吃了，他不吃了，他走了。后续，他就是要吃完一整根。嗯，真香！哎呀。